你厝内面痟的时阵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这不是外面？我是不是一直提醒你，莫信不到就跟你是干爹？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莫信不婚？阿哥有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？ 心意，也是你家己胜脆皮，安尼敢好？我唔歹势，恁家公妈是差你欺负人的呀！你若对公妈较好咧，公妈敢会食饱，收银找你的麻烦。你若唔胜吼，敢那两条路会用行啦。 一条就是，阮大家甲你算到有八为止啦。另外一条就是，阮甲影片流出去，互全台湾的查甫人拢知影你的厉害啦。第一个嘴皮，是算我无迄个才调。 第三个嘴皮是算我无够凶，才予家己的同侪啊，不过这么狡猾。第四个嘴皮是算我家己太过大意，才予你这个无头脑的小姑变成安尼。 我就开直播，我保证，你唔拿当属地的位置保袂住，若想要重新做人，拢真困难。你敢要试看卖？为即马开始，我数到五。你若无连续算家己十个嘴皮来一个十全十美，我就录个彻底，啊，跟连续全台湾的网红介绍你。五、哦。